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浇水。浇水我觉得比施肥比任何事情都还要重要，因为水是最基本的养分供给，所以浇水非常的重要。如何才是浇透，教你正确的浇水方式。这个是我们一般大众们时常会用的水管，黑色的原因是第一比较好看比较帅，然后再来它不容易滋生藻类，因为阳光晒不到。你用一般经常买的橘色的或者是透明的水管，它就会很容易有水打开就很多藻类跑出来，因为它是透明，它里面会形成光合作用，所以它就会有藻类出来。一般我们都会比较建议客户使用黑色。浇水第一件事情，开水之后把水管里面的热水放掉，等到水是冷的之后我们再来浇水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把表土层浇湿。一般水柱会冲在表土层上来至少十多公分的位置，让水自然的落下，而不是直接这样子冲，它的土层会喷溅的整个阳台整个地上都是。那你看它水渐渐的在往下吸，当土里面的水分越多的时候，它沉的速度会越慢。如果它很干的时候，你看瞬间水就会往下沉，就会排泄的很快。水会往下沉之后，我们才会再浇第二次。然后在浇第二次之前，可能会顺便把叶子喷一喷，冲一冲，让它翠绿，然后让叶子能够形成光合作用。叶子落下来的水也可以增加盆子的湿度。你看水一直在往下陷，就表示说水有在往下，有在吃。然后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浇水，沙或土，比如说，你这次浇饱和40%，第二次浇的时候饱和到60%，第三次浇的时候饱和到90%，以此类推，浇越多次它就越饱和，就越充足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水在漏的迹象，这个动作重复2-3次，就可以完成一次正确的浇水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领导的触米桃味。想了解更多台湾名园庭园美术馆，请追踪我们的 IG 跟粉丝团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